花开富贵，祥狮献瑞，2009新春万万岁 ！BBC 全新打造，媲美魔戒、哈利波特，震撼的特效声光把你吸入魔法世界。经典亚瑟王传说，不朽的传奇故事，公视独家强档播出，《少年魔法师梅林》。他的心胸宽大，他的声音也浩瀚无边，与多明哥、卡列拉斯、波切里以及史丁一起怀念帕华洛蒂群星礼赞纪念音乐会，名景期盼太阳剧团，一年就等这一场，惊心动魄挑战人体极限，视觉飨宴为您震撼呈现，太阳剧团全新戏码，每日笑三回，生活没烦恼。我跟阎罗王说，我是大坏人。我跟阎罗王说，我是台湾人。冯一刚、宋少卿无厘头搞笑说相声，爆笑的经典对白让你新年笑口常开。相声瓦舍爆笑登场，过年吃团圆饭，究竟是谁来晚餐？看看除夕的饭桌上是哪位梦幻嘉宾来做客呢？除夕谁来晚餐？扭转乾坤好运来，新春公事最精彩。